超丑。Hello Sparky。Hello，Hello 九蛋。Hello 大家。没有大家，现在两个人而已。Hi，Hello， 呵呵呵，可爱吗？跟昨天差太多了。昨天是什么妆？昨天是正常的妆。今天懒得化妆，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耍废。谁谁 ？Hello， 家属 ，Hello， 是种吗？那边是吗？吞噬的是吗 ？Hello， 晨晨 ，Hello， 不林青 ，Hello， 洛克 ，Hello， 西兰 ，Hello， 七木鱼 ，Hello， 仇恨鱼。Hello 天天 ，Hello 阿尔法，然后嘞 ，Hello 傻优 ，Hello 俊 ，Hello 夜雨灵巧 ，Hello 星影，小猪沾面粉要做炸猪排，哎，真的，面粉铺满脸，很烦，不是啊，我真的是，你就是那个企鹅对不对？是吗？是那个这样子的企鹅吗？还是是吗？嗨呀，你好啊！你是想要跟我争吉祥物的那个是不是？鹰主吉祥物是我 ，OK？ 我光是怎样啦？我要吃饭，求救的样子，我有看到。我真的是 ，Oh my god！ 我觉得很尴尬哎、欸。妈妈帮你，妈妈帮你。没有，然后我前面那个姐姐，她还没有想要救我的意思。我真的要笑死了。五单主打歌啊、不会是主打歌，是附录曲。你是吉祥动物哦，好，你是很吉祥的动物，什么东西在讲什么 ？Hello， 小云子。Hello， 吉池。是名部吗？那念齿吗 ？Hello，Hello，Hello， 小猪耳朵 ，Hello， 唐志华 ，Hello， 紫冰宁，右手做不了这个，你做不了这个吗？我帮你啊，好上来，好上来，好上来。Vivi 你在扛 ，Vivi 带着他的娃娃就上不来，他的就是上不来床，他会卡住，因为他的娃娃很那个。就不要拍，不是好不好？那个桌子根本就太高了，然后他还找一个那个大的那种收纳箱哎、欸，因为就是看台湾的，就是之前看过什么综艺节目什么，不是脸盆吗？我完全想象的超美好，就是我只要脸一下去，我就可以找到糖果，根本就不是，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没关系，你可以跟小山美玲做朋友，她两只手都不会，她不会比，虽然她是可爱团的成员，但是她不会比 Sparkle 的手势，跟太矮了。哎呀 ，Hello 幻影战士 ，Hello 秘密 ，Hello 宏伟 ，Hello 双颜我是自愿的、啊，因为我觉得就是面粉，感觉好像没有什么人会选，然后我。两人三，我原本想说我可以两人三角，然后因为我跟小山美玲身高差不多高嘛，而且比较有默契。结果呢，那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我发现幸好我没有跟他选两人三角，他跑两人三角超可怕，他超激动的、欸。就是那时候我们练习的时候，他就跟什么跟林一啊，然后跟其他人就一起试跑了一次。他会拖着你跑。对。他是把人家抬着跑的，所以我只要一紧张，我一定会跌死。然后我就哦天哪，这还是比较好了。不是没有，我跟你讲，陈思雅很好笑，我们两个打得超好笑，是，我们是对到眼，已经对到眼，然后对了可能两秒，然后他才丢我，然后我还不闪，因为我不知道我好像怕后面撞到人还是干嘛，然后我想说完蛋，他要丢我，完蛋，然后结果他就丢我了，他很烦的、欸，因为我每次都刚刚好跟他对到眼。两人三角吗？不要，我会害怕，我怕跌倒。他还这么好，他力气有那么大吗？不是，就是他会拖着人家跑，然后我就觉得好可怕。
然后那时候练习的时候，他好像跟零一撞到头嘛，结果零一就跟我讲说，他刚刚直接撞我的头哎、欸，然后他就示范给我看，直接他，结果那个零一就真的撞我的头，就是他只是想要示范给我看，可是他真的撞到我的头，你没有懂那个意思吗？超痛，铁头功，臭零一，技术性闪避什么意思？因为他不会跳绳啊。诗雅，你们还记得那个吗？那个樱花瓣的花絮，就是那个场景，没错。其他成员跟你有仇，不是可能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各种这样凹掉，然后躲着。什么叫心疼林子头？你是臭大贱。昨天好玩吗？大家你们喜欢吗？想得出来会拖着你跑。哎，不是我看了很多我看了很多次我跑步的影片，除了后面的这个，可是其他，哦，谢谢宏伟。可是其他我其实不知道，看起来跨蛮大步的，对吗？就是只要可能跑一直线，就是跑步的那个姿势还行吧。其实我觉得你们可以昨天其实可以跑直线，没有人大队接力在跑直线。反正我觉得那个，我觉得是场地的问题，场地真的太滑了。这个太尴尬了，耶！获得冠军，你有看到我的影片是不是？我也要被我自己笑死，我看了超多遍。就是之后大家心情不好，欢迎拿出来看一下啊。昨天蛮多蛮呛的时候。是那个场地，我不知道哎、欸。反正我觉得就是太滑，而且真的太多人受伤了，所以，对啊，转弯没有，所以很多你们不是都超过那个三角锥什么，就是超过那个三角锥吗？因为我看第一组是什么 day。Bellflower， 然后他们抽到的粉丝就是都跑超过那个三角形，可能是因为真的是直角不方便吧。但是我就是因为想要尽量绕小圈一点，然后我就减速，然后就变这样了。有成员受伤，有啊，一堆成员受伤哎、欸，我们英组就不知道几个，小山美玲伤超重，就是整个脱皮，然后。晨晨好像也跌倒蛮多次，然后叶云是拉伤，然后嘞，都是各种小伤，然后很多人都跌倒啊，对啊，是觉得蛮不好的，心疼，还好我没有跌倒，我是以保护自己为主，嘿，杰星也受伤，杰星是自己的问题，好不好？我没有受伤啊，我很开心，我超开心的。我原本以为我会烧仙哎，今天结果还好，因为我昨天叫很大声嘛，其实我不知道，我自己感受不出来我叫很大声嘛，直接滑嘞，超痛！他给我直接跪下去，他被我骂。我说你干嘛？你为什么会这样跌下去？他说他就放松啦。我说你不行这样跌了，因为真的是就是。哦，我会心疼，你懂吗 ？BB 他把棉花全部弄出来，躲避球是吗？躲避球，对啊。我第一次不是，我第一次是连着三球被他们接着打，然后最后我就放弃。我就撑不住了，我就下台，就被打到了，很可怕哎、欸！因为我跟你们讲，其实我不会玩躲避球，我太久没玩躲避球，而且我根本不知道躲避球的规则，因为之前玩可能就躲就好了。然后可是我后来想想，不对啊，那什么人要在哪里，那是干嘛什么的，我都不知道哎、欸。然后我还很认真在车上就查了那个躲避球规则，然后看完之后。我还是不懂，然后他们就跟我说，反正你躲就对了。我说哦好，哒哒，
我真的搞不懂他在讲什么，真的不要把麦克风交给他。感受到杀气吗？我就跟你讲，我都是跟那个陈夏对到眼，然后他就是看着我，然后跟我说我要丢你咯，然后就 bang bang bang， 然后就啊算了，放弃。都被姐姐抱着，不是啊？所以我说小三美玲 ，BB 你在干嘛啦 ？What are you doing？去旁边玩好不好？拜托，他给我直接勾到我的线。果然跟谁还有什么超越面面那个人组组，他太激动了。但是我觉得因为是比赛，所以没关系。现在可以组组麦克风，太好笑了。太软了，比较不会痛。哦，应该吧？不知道。他是听得懂英文？嗯，我也不知道。其实抓得很松，你说躲避球吗？我不知道耶，反正赢了就好了。对我们来说就是好玩就好，赢了就好。因为原本比赛前我们听说什么 Mina 他们跑步很厉害嘛，然后我们就有点紧张。可是后来我发现大队接力的时候其实差不多了，对吗？感觉没有很严格，应该也很难很严格吧，根本就看不到吧。生化武器干扰比赛，躲避以前是硬的，以前是蓝色、黄色、白色那种，对不对？相间的什么颜色？什么？我发现牛肉比较好吃，因为猪肉太硬了。是吃到饱吗？我希望是吃到饱。其实我们那时候有思考一下，烧肉，但是我觉得我的重点比较放在收录区，因为我不知道是我消息很不灵通吧。然后我是上场前一天晚上，就是发了 round down 之后，我才知道哦。原来我们的奖励是烧肉，然后加上附录取，所以我觉得附录取比较算是我的重点。预测我们会垫底，怎么可能？而且因为它是从上一次的前哨站的分数继续加上去嘛。但是其实我们上场前是有紧张一下，是因为我们看了我们的比数，就是我们跟 Daisy 才差了30分。对吧？所以那时候我们就想，哈，那他们如果不小心赢了我们，可能一局两局，那我们就被超过了。所以上场前是有紧张的，后来比一比就觉得，哦，开心就好，这样的那种。你预测潮组会，你走开了你。Hello， 傻优，傻优昨天超棒，傻优很可爱。我那时候看到傻优出来，就是。他是被抽到嘛，然后就出来，然后我想说，那个人是不是沙优？可是我不敢乱，因为太远了，你知道吗？然后我就没有看清楚，然后还想，真的是沙优哎，然后就超可爱的，凶哎，谁叫你们不相信我？开心最重要的，对他们好像就是比较属于就是开心就好的那种，可是我们英组不一样，我们要开心之外还要赢。在面粉吹球也很卖力，虽然搞不了，不是那个桌子 ，Oh my god！ 我真是看第一轮我就觉得，天哪，我一定够不到，因为就是第一轮的人他们也是踮脚弄，然后我想说，他们都要踮脚，那我怎么办？结果我就上场，我说哇，我真的够不到哎，而且我还一直找不到我的糖，我以为那是糖，结果。喊了一口，全部都是面粉，超难吃，真的不要吃面粉。看起来不高，可是你看我的实际操作，你就知道那个有多高。
不可以拆椅子，没有人要理我啊。然后后来还好姐姐有来帮我把面粉堆高一点，就是直接怎么讲？我是觉得其实高度不是问题，是那个箱子。对，反正就是够不到啦。哦，嗨，笑贤，能跟我比的真的只有面面了，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哪有我还有我们只有那一轮只有第二名。哎，可是我真的要说一件事情，其实当下我一站到那个箱子前面，面面他面上有一颗。然后他们旁边两，就是都在面上就看到哪里有糖果的，我是完全看不到。我还想说我可不可以用手剥，可是我不敢，我怕就是那样子不好，你知道吗？然后我想说我的糖到底在哪里？我以为那是糖，结果那个根本就不是。然后重点是我一下去，我才发现哦，我没搞，我完全够不到。然后最后姐姐才来帮我弄，我还不敢自己弄，我很想用手剥，可是我就自己收回来了。对啊，怕被说作弊。应该换人，不是啊，我怎么知道？完全跟我想象中的不一样，但没关系，还好是第二名，我觉得第二名感觉也还好。对，不然他应该给我一个小板凳，就是让我可以踩上去。什么啊，大姐？没发现你在，对，没发现，因为太黑了，完全看不到到底有谁。对啊，太黑了，所以我都没看到。那盒面粉可以玩，超恶的啦，那个不要，真的不要，里面一定有一些。我已经觉得我是第二个圈动，已经觉得有点不太卫生。只有我不敢动，就是也不是说先偷放好糖果，是他们的糖果就是在，就是可以直接看得到在哪里。然后我还问面面说，我说这个面上那颗怎么办，他说哦，我不会去弄那颗。我是不知道他后来有没有弄啊，但是就我就完全找不到我自己了。我没有想参加咬面包的项目，我觉得咬面包应该要找一个腿长的人跟一个身就是上半身比较长的人，或者是上半身本来就比较高的人，而且嘴巴要大。嗯，有差吗？那个没差。然后反正就我对内向比较还好，对，上半身比较长。我的想法是这样，因为本来就是啊，就是腿比较长，配上上半身比较长，那不是更够得到吗？你有懂吗？就是。对啊，所以我对内向还好。原本说易云可以去，因为他不是在 mini concert 说自己想要咬面包。来做甜点，嗯。什么时候 mini concert？ 哦 ，reset 公演。这样延伸着好，对吧？可是后来。我们原本想说祖祖抱晨晨，可是晨晨太小一只，我是不知道啦，反正后来就这样排嘛。却那个面包直接不见，一口全部吃掉，很好笑。其实我们原本很怕宜珍杯果果，哎，那样子好轻松哦，不觉得吗？是，对吧？结果他们好像没有这样做，是不是？我忘记他们是怎么分配，可是后来好像不是这样。晨晨没有玩面粉吗？晨晨怎么玩面粉？我都够不到了，晨晨怎么够得到？他也没有高我多少，好不好？最后都
去哪，可能在某个成员的肚子里面，我是不知道啦，我不太关心面包。好，麦莉好可爱。欸，其实我不知道我甩跳绳这么的看起来这么的吃力，因为我自己是觉得还好，就是这个真的是我自己想说我要去甩绳子，因为我怕就是我到最后可能跳的时候撑不住，我会拖累大家，所以我就说我要去甩绳子。然后他们就说哦手会很酸哦什么的，可是那时候练习，可能因为练习的时候他们也没有跳超过一个数量，所以我就觉得哦还好。然后但是后来测的时候我也觉得还好啊，因为也没有人跟我讲说我看起来很吃力，结果还好啦。要喊要甩绳，可是本来就是这样啊，就是我们练习的时候也是，我们试过很多种口令，什么五六七八一二然后甩这样之类的，但后来还是预备然后一二，然后我们的战术是不管是被打到还是怎么样，就是我不会理他们，就是你们要自己跳就好，然后我们就赶快开始下一轮这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说我们中间没有太多空着的时间，就算只有一下一下，但是都是接着的，所以可能这样子就有争取到比较多次吧，有默契。我觉得音组其实没有说到很有默契，应该吧。但是心是一样的，想的是一样的，就是想要赢，所以就打到不理他们啊，不就变变心？没有啊，就是真的。如果真的想要赢的话，因为他们我们每个人的想法真的是都一样，就是要赢，所以我们就说要坚持下去，这样青春无敌。我是不知道我们有没有很团结啊，但是就啊还不错，至少想法是一样，不会有人说什么哈就不要啊什么的之类的。但是我很意外的是，连诗雨都很重视这次的比赛，就是我以为他会说什么哦，他年纪比较大什么之类的，因为他还蛮常讲这句话，不是啊。然后反正就这次他也很认真在跟我们一起练习啊。意见不会分歧，对啊。Hello， 思源，又可爱又会运动呢。我们就是英组，就是我们。对，好像我们真的是最认真准备的一组，所以我觉得其实赛前我们就有想，就是因为我们都很认真准备了，可是如果到时候没有赢的话。当然是跟对方讲说哦，不要走心，不要走心。可是一定很失望。我觉得我们如果真的输了，一定会爆哭的那种。然后，但是还好就是赢了，这样就知道附录曲吗？没有啊，我不知道有附录曲。哦，你是说比赛之前，应该算是比赛啊？他就比赛前的那个奖不是就有公布吗？不是吗？躲避球没有练习过。躲避球因为他们我们那时候找的场地就是不太适合打躲避球，对，然后所以而且怕危险吧，就是所以我们就没有练躲避球，因为躲避球感觉是一定是一个大家都玩过的项目嘛，就是国小老师什么都很喜欢玩这种。好啊，拜拜，大家小小冠军当主也不要来，没看错你们对吧？当初我也是有一点没有很相信我们会赢，但是后来越比越觉得很可以。有点像比我说没有，所以我还问你，然后结果你说随便。对，我超棒吧，我刚好坐在你们旁边，但是脚超酸的。可是你们才是最棒的，因为去拍照的人都是压我们赢的，对吗？可是去找别组拍照，所以你们才是最棒的。很可爱，谢谢。
一开始就躲起来，真的，谢谢磊，谢谢你们相信我们。既然我要换照片。有豆皮呀、啊，是吗？这是豆皮吗 ？Hello， 你看过的啊？我说这是豆皮吗？有豆皮啊。九蛋，你走开，我不要跟你讲话。你还跟我穿着 Daisy T， 然后带着韩寒的什么？那是什么吉祥物？臭酒蛋，酒蛋是叛徒，黑马很多，而且没有。我觉得我们很幸运的是，我们抽到的粉丝好像就是不知道为什么看起来就是很厉害，你知道吗？不是说其他组的粉丝不厉害，是就是感觉就哇哦的那种感觉。然后有一个我其实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但是就是他传棒子给我嘛，他超高的耶，我就这样哇，然后接他的棒子，我真的要笑死。没有抽你，你不厉害，不是这个意思。休息，你走开啦。好啦，我们九蛋没有叛国，我们九蛋只是移民而已啦。不行，不行。哦，谢谢笑笑。Hello， 阿翔。雨林明信片不给。雨林明信片是什么？我们有明信片呢。阿飞，你说哪一个？哦。是不是有很多我们组的粉丝，然后去帮别组跑，然后也压音？好的。哦，留言明信片原来如此，实力分真的来考虑。对，都没有听到，因为九段现在才进来。有吧？不知道。没有。然后我有一点觉得可以再更好的是，应该要按照性别去分嘛，就是性别的比例要是平均的，要是一样的，不然这样子其实还是有差、欸。虽然我不是说可能女生跑比较慢什么的，不是这样子讲，但是我觉得本来就应该要去分一下，对吧？也不好防，对呀、啊，对吧？那个对了，有那个场地就是。一直举他的手，很开心，是不是？才知道，才发现自己是第二棒，超棒！想要是昨日最可爱，按照队伍，对我觉得应该要，我支持这一队，我就是只会抽到帮这一队跑，而不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刚好都抽到什么什么。他们其他组的粉丝来帮我们跑，那我们怎么知道他们会不会认真跑？他们可能就想，哦，反正不是他支持的组，那就不用认真跑了、啊。虽然这样很没有运动家精神，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不是我们能决定的嘛，对吧？真的做到抽同组不要很抽，对我也觉得，就是故意的。不知道。嗯。累你不行，我不会让你上场的。觉得奇怪，我也不知道。可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第一次有这样子的运动会的大型活动，所以可能有很多没有设计的很好的地方。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比赛的过程好像是我个人是觉得蛮精彩的，所以
就算其他的部分有一些不足，但是整体应该是好玩的，对吗？看看我们剧组，哎呦喂呀，你们很多，是你们吗？很多傻姑娘的粉丝是不是？累真的不能跑，我不会让你跑。越看越高，算成功了。对啊，我也觉得是蛮精彩的，对吗？哪一组都是用心奔跑，是吧？因为每一组都有你的推，对吗？是这样吗？只有一个橘猪粉丝吗？真的假的？冰冰你在干嘛？跳在摇什么？真的、哦，只有一个橘猪粉丝、哦，那也太不平均了吧？BB 够了，他在咬塑胶。他在咬什么？塑胶袋。为什么你没有咬到塑胶袋？等一下。好轻松。比象龟是怎样啦？笑哎、欸！幸好你是帮音组跑，是吼。Hello， 修泽，没事。一个川橘很多，对我有看到很多粉色，可是我没有想到只有一个。嗨，不过我跑好慢。就是我本来就是英主跑步最慢，这个我不意外。可是我是昨天跑最慢的吗？我应该不是全团跑步最慢的吧？头哪组就帮哪组。对啊，我也以为 ，BB 你不要用到我的线啦，你走开，你走开，你过去。你已经提醒我了什么东西啊？对哈，忘记了啦，设30分钟好了，忘记了。比龟还慢，真的假的？用滚的比较好，没有好不好？反正赢了，对嘛？反正赢了，跑的是很快，是吗？奇怪跑姿还好吧？我没有很奇怪吧？可是我觉得昨天那个就是那个场地根本就没有冲刺的感觉啊。不觉得吗？日文版公园曲能直播跳吗？这个我不知道哎、欸，要去问问。大姐你真棒。没关系啦。别冲太快，安全第一。还好我们的粉丝都很给力，然后我们的成员也很给力。昨天的 MVP 一定要颁给小山美丽，她真的太棒了。阳光宅女是什么意思？是阳光宅男。他写宅女哦。这首歌叫阳光宅男。他问我雨林是阳光宅女吗？
没关系啦，通常朋友来，你自己知道就好。没关系啦，干嘛这样子？握手券多买几张就好了啦。MVP 不是我，不是我，绝对不是我。其实我有的时候我突然回想了一下昨天，我好像没在干嘛哎、欸，就是不知道哎、欸，就是，对啊，好像没有在干嘛，是不是？也应该不是宅女，我好像是宅女呢、欸。外表很阳光，其实很宅。哦，好像是，是吗？我感觉我是。跳绳超买哦，跳绳还可以。耶、yeah, ，小优下班了。Hello， 小优。我昨天甩绳子，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就是手没有那么长，身高没有那么高，所以我怕像原子族可能中间身高比较高的，那就是会勾到他的头之类，就是那个甩的范围不够大，所以就画的比较大圈。但我觉得还好。都在加油吗？好，你都没有在认真关注我。我才不要跟你说，没有了。我在干嘛？我有在加油啊。后来，我前面在干嘛？我前面在看，就是，对，几乎都跟宅脱不了关系。我的宅不是那个宅，就是我是废在家。好，我是废。你的位置看不到哦，好吧。最近行没？离你好远。我觉得昨天那个音箱根本不应该放在那里。耳朵很痛，是不是？Hello， 阿国。中间区域自由行。哦，对，我有看到你，你在上面不是吗？那个是很中间吗？谢谢夜空 Sky 的一万个赞。Hello， 龙之柱。一天可以不出门的那种宅，我可以一整天都躺在床上的那种宅，那种废。听说本来就是那个叫什么，就是巨蟹座，好像本来就是蛮宅，就是如果没特别的事，我才不要出门，不然出门还要化妆，还要干嘛，麻烦。嗯。但是我觉得我现在应该有比较会做其他的东西，就是应该不用三餐都吃泡面，我可以叫副盘的。那哪是叫做其他的东西、啊？跟你一样吼，居家类型对。谢谢累的幸运事业场。嗯，对，阿翔的位置很好，对不对？吃泡面可以啊，我也可以。对我来说不是什么大难事。谢谢柠檬的可爱小兔子，谢谢累的许愿瓶。加减学做料理啊，我们只有电锅呢，之后有炉子应该比较可以用，但是因为家里只有电锅，我不太会使用电锅。虽然电锅好像是最简单的东西，就是把东西放进去然后弄一弄就好，可是我还是不会用。小瓦斯炉之后就会有，一直比才有效。有啊，我有空的时候我就有看你们。谢谢龙之柱的幸运事业草，谢谢点的幸运事业草。腰酸背痛是还好，哦，有什么手酸？我昨天躲避球的时候，出到外场之后，我变超废，就是不知道在干嘛，因为我不会接球，我怕我就是打不好，你知道吗？然后就超紧张，可是我没办法帮忙，因为我真的不会打躲避球。然后我那时候有一颗球其实朝我飞过来，可是我完全没有接，就是我不知道我是在干嘛，反正我就没有接到。然后林一就这样，然后就对不起。
我在干嘛，很好笑哎。其实，在那场就很废，是没出来。而且我是那种紧张，我就会拉着别人就是挡那种，很好笑。Hello， 谢谢什么赖吗？谢谢你追踪我，会弹开的。OK， 负责捡球给小慧就好，不是给小三美玲吗？然后因为在那一场，我在那一场我就知道我绝对不会想要去捡球，因为我知道我一定接不到，然后反而还很容易就是可能放掉，然后就被淘汰了。但是我觉得还好，就是我出去也是蛮废的。太阳来了运动会，太久没运动，其实还好。对我来说，我最会的运动就是跳舞，所以还行。十点半差不多吧。Hello， 什么玲玲跑步很邪心。负责传球来练臂，我是负责加油的。我到后来我就直接放弃，我就在旁边帮忙加油。我在旁边跳的超开心的，只要他们打到我都会跳起来超开心的。谢谢点的花枝精粹。这么晚才吃饭？对呀、啊，今天午餐也比较晚吃。没有到很强啦，但是就是我比较会跳舞。对，妈妈煮的。为什么选零七？因为我是七月的、啊，我觉得七是我的幸运数字。然后后来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不是选零八？因为那时候选的时候是怎么样？是还没有，我们还没有想出来。这个手势，我记得是这样子，反正就，我就是偷偷讲了一件什么事情，就是没有了，对，然后反正就后来才这样子，林飞什么？大姐，什么东西？光一下，等我一下哦。还是我不要开灯吗？不然，因为这个灯我就是搞不太懂。哎呀，哦，比较好哎，没有比较好，没有比较好，快点开灯，超奇怪。我的卡比嘞，我的卡比在旁边，可是我在吃饭，所以我没有抱着它。选零七的原因是我就是七号，我就是七月的，我选到零七我超开心的，因为我们每次选数字都是用强。都是主将级的，但我觉得昨天的 MVP 还是小三美玲。七月十一吗？对啊，因为我是七月的，然后我很喜欢七这个数字，我连买刮刮乐我都是用这个数字，很棒。我的电话末三码也是七一，反正你们又不知道前面打不到我的手机。对，我妈咪的也是，她很奇怪，她都用我的生日去弄。Lucky Seven， 对，没错，就是我觉得七号，对，因为很容易被称为 Lucky Seven， 所以我觉得就是蛮幸运的一个数字吧，并没有好吗？我的体重永远碰不到七。Hello， 阿如，你选六。嗨，七二一哦，你跟我差十天而已、哦。手上有 BB 的毛，看到你会让你买吧？当然是跟着我妈一起啦。赖雨林一起当诗迷吗？我不是吗？我是吧？
是啊，我其实看棒球没有说特别支持哪一队，就是看开心的，因为我其实看不太懂他们的规则到底是怎么。你现在看的所有的棒球赛都是同一式的，对。我喜欢陈杰先。现在我不知道，但是因为我有一阵子没有在关注棒球，可是，对，我之前喜欢陈杰先。722是最后一天，什么意思？什么叫722是最后一天？被一号是直到99起算不？哈，什么意思？且会讲日文哦，真的、哦，我不知道他会讲日文，我只是觉得哦，他好像蛮帅的，但。722是最后一天的意思，是下一再隔一天就是狮子座的意思吗？今天应该10:30吧。喜欢哦，你就在那喜欢女生，看棒球是看男生好不好？罗时丰，我听过，他是谁？也是打棒球的吗？那是谁？干嘛？他是唱歌的。哦哦，我想说，我听过。9:17，对，现在9:17。你跟你弟差一天哦。哦，歌手搞笑。看棒球看球啊，干嘛看人？不知道啦，反正就是王建民亲戚，王建民跟我同乡，不是吗？是吗？他不是花莲的吗？是吗？还是我记错了？嗯，那是谁是花莲的？同一次是花莲。杨代刚。哦哦，对对对，这个是什么啊？我的今天的须须为什么是这样啊？跟曹景辉。我跟杨代刚击过掌，应该吧？我应该没有记错人，因为那时候是一整排的，就是那个亚冠赛的那时候，然后他们就一整排的，就是暖完身之后，我们刚好站在旁边看，然后他们就哇击掌，然后就。我也不知道我击到谁的手，但是就是蛮开心的。高国辉，在哦哦，他跟我一样都是台湾人，怎么样？同乡。为什么723？我不知道，我有点搞不懂什么时候是什么东西。可是我弟是31号的，所以我知道31号之后的都是狮子。然后824前的，824后的都是处女，没有啦，应该不是这样分，但是在我知道的那个时间就是这样。然后我现在知道金牛、双子、巨蟹，然后狮子、处女，其他我都不知道。哎，因为我们可爱团的刚好是金牛、双子跟巨蟹，巨蟹比较多，巨蟹有3个，然后阿丽是双子，然后祖祖是金牛。谢谢孝贤的带你去流浪。第一次看到我，对啊，初次见面，你好啊。屁孩哪有？不是台南的吗？对不起，我记错人了吗？哼。孙燕姿，我哦，那你狮子可以加入吗？可以啊，不是啦。金牛座的人生气，对，我感受到了。其实我是觉得就是跟原子族他们一起就是是蛮开心，然后可是只有原子族是就是怎么讲，因为我现在比较摸得清楚他喜欢的点跟不喜欢的点是什么，所以真的不要惹到他，他生气真的可怕。你就知道连小三美玲这样的人都很怕他，就是代表他是真的有一点。哪天在球场遇到我好啊，现在申请都要安抚超久哦。真会摸哈啊，咪讲钱哦，今天哦，真的生日快乐！不敢得罪祖祖，对，就算是很熟的朋友也是，就算我们就是比较常一起玩啊什么的，可是真的不要惹到他，对吧？祖祖小气吗？我觉得他的
就是他的点我可以理解，你有懂吗？本来就是这样，懂吗？比如说可能昨天我没有带到小黑甲，很多人没有带小黑甲，可是有人需要就会，他刚好有带，然后就很多人会哦，可不可以借我一根什么？可是其实这样拿一拿很快就拿就是就没有了。当然我也是一个会介意的人，可是可能有些像我的个性可能就哦没关系，这样我再去买就好了。可是对于他们来说，可能他就会直接跟你讲啊。我觉得至少他有直接跟你讲，不会说什么背后在那边生气什么的。我觉得他说他被拿到心很累，祖祖很就听到祖祖很闭嘴。对，生气跟开心哪个比较大声？开心没有，都很大声，不好意思，不会主动示弱。对，可是我就觉得至少他的点不会每一次都不一样，你有懂吗？就是对，是蛮公平的，反正是不是好不好。谢谢龙蜘蛛的枫叶，谢谢阿国的荧光棒。车上大快朵颐啊，生气谁生气都很恐怖，都有脾气。对啊，又不是每个人都永远都是好的，就算平常忍住，可是总有一天还是会爆掉，好不好？相当恐怖。所以我就说，其实你真的不要去惹到他们，那就可以相处得很好。像是我们可爱团会聚在一起，就是因为就是有时候比如说反正就是会互相提醒啊。对，我觉得还好，蛮好玩的。射手座跟牡羊座，谁是射手座跟牡羊座？我们团体里面谁是射手跟牡羊？生气记仇记超久，可是我觉得祖祖很厉害的是说怎么讲，就是他记仇，可是他不会因为怎么讲，因为记仇而不去就是一直讨厌你，你懂吗？就是应该是这个意思吗？射手中枪，怎么样的很恐怖？来加速说说。哦，林一是射手吗？跟哪个星座的队友比较亲？那是什么？我不知道啊。跟什么星座的队友比较熟？应该就是巨蟹。对。魔哦，追你一下。对啊，他就是会记着，可是不会讨厌你这样。没有，这个是自动播放。爱什么？Hello， 君燕，我们是烧肉组。是的，让北慢歌。你爱双子座，我知道，我也爱双子座。你是我的情敌，不是、啊？没有，加速根本就不是我的对手。阿力已经是我的了。为什么有蘑菇啊？哇、天蝎座是谁？是天蝎，谁是双鱼啊？林一平哦 ，Hello， 两个双子座成员都被雨林闻到没？两个，哪两个？还有一个双子座，我只知道是某某，还有谁？对，我是巨蟹。巨蟹就是比较好，比较不知道，我们也是蛮难搞的，就是内心戏很多吧，是不是？
就现在有点笑了，我们是不高兴的没？你干嘛不高兴？你是不是不高兴？你为什么不高兴？加速不承认，其他成员也是巨蟹哦。没有，你只喜欢我，只有我是巨蟹。巨，你就是巨猪的表哥，大巨猪。什么是哪一个是巨蟹？什么意思？为什么有麦当劳？为什么有麦当劳？是麦当劳吗？处女座没什么，发脾气的那个恐怖，但是不如金牛。嗯，对，栗子不是巨蟹。哦，可口可乐，不好意思。为什么有可乐？客人就跑。Sparky 感觉生气起来也是蛮狠的，因为 Sparky 平常都笑笑的，很和蔼可亲的感觉。和蔼可亲什么词？反正就是看起来怎么样？就是很亲切的感觉吧。柏林是处女吗？我不知道哎。其实我就是搞不太懂星座是什么时候之类的。啊，不是，柏林是什么？他不是处女座，他是什么？不知道，忘记了。你知道我把柏林的 LINE 的那个昵称设成金刚贵人芭比？因为有一次二单的时候，然后我不知道要干嘛，然后反正就突然就聊到今日运势，然后我就发现他的星座是我那天的贵人，然后贵人星座，然后反正我就把它设成金刚贵人芭比，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因为他哦，对了，因为他之前穿那个二单的那个就很像，很像，对，反正就变这样。抖 M 感想，那你生气真的蛮难的，原来是这样子哦，我也太坏了，不是啊，我是说他是贵人呢，反正就很好笑，然后后来就一直没有改，所以他的昵称就一直是这个。小明怎么了？这两个礼拜，对啊，好期待。金刚贵人芭比，很好笑。他应该知道，只是我觉得他应该不知道我还没有改。最不熟的成员，其实我觉得很多成员说熟。是熟，可是说不熟也蛮不熟，就是是吗？真的，我以为不是、欸。要穿什么？我也还在想，我不知道我要穿什么。你们想看我穿什么？来吧，给你们选。早上四点不是重点，是你现在就约也太早了。对，应该熟的程度应该是，可能说原本就很熟的，然后再来是同组的，
才是其他人。为什么穿诗人 T？ 你不穿我的生日 T， 然后你穿诗人 T， 什么意思？哦，要提早提哦，对耶。问我什么问题？哦，是处女、啊，那我妈咪那时候也是我的贵人。没有，我妈咪本来就是。你要问我什么问题？是，柏林是处女座。嗯。什么你也穿诗人？为什么那天有活动吗？嗯，活动开始前我们不是那种集体代操的暖身，是自己想暖哪里就暖哪里，因为我们全部在休息室嘛，然后。姐姐有提醒我们要暖身，可是就是看你自己想要暖哪里就暖哪里，我们不是那种代操一起暖的那种。怎么了？谢谢。Hello， 小兰，不会被我们说不公平？你什么意思？你就穿我的应援 T 就不会不公平？那你就是不要穿 T 嘛，你奇怪，不要穿了，不是。怎么没做露西？因为上次跳过啦，干嘛还要再跳一次？虽然我是蛮意外，我们的热身是 only today， 但是我觉得还可以。集中在第五步哦。诗雅梯，你说那个吗？后面有那个小什么？那像电玩一样的那种，是不是？你也想不出。什么叫梦之路号码选几号？什么意思？就是那只是说热身嘛，但是我们前面姐姐是有提醒我们要自己暖身。什么东西？又找了一个？不是啦，什么东西啦？应该是没错啊，对啊，我们昨天是这样子的，没错。林姐才不要管你，才不是，我在乱讲话。对，有提醒，但就不是硬性规定说哦，你一定要暖什么暖什么。你看吧，西兰也这样讲。林杰知道你是大仙吗？我在讲话。高兴啊，对啊，有一种我赢了的感觉。在小孩子会想，哈哈哈哈，小孩子好，应该只有雨林教授哦，真的吗？我去放碗，等我一下。
不确定。什么时候不见的？不知道。难得不是手摇，对啊，这是昨天餐盒里面的饮料，我拿了三瓶回来，祖祖的跟，哎，是祖祖吗？祖祖跟阿里的，疑似什么疑似？意识知道哦，疑似知道的有果果跟诗雅，就这样哦。被困在厕所里，哈？为什么？不会，我不喜欢那个口味，不好意思。一人喝三款，没有，我只是带回来，然后分几次喝这样。喝蜜茶。有事吗 ？Hello， 什么东西 ？Baby 很棒，在厕所里面上尿尿。问题是，他跟我闹的这边一堆，那边一堆。喜欢五香乖乖，我喜欢。我发现我好像没有很喜欢吃乖乖，因为我本来就很乖。你每天喝，真的假的？可是有的时候喝那个会，可能是因为香精吧，就会不太舒服。每天喝，像身体会冰淇淋？什么冰淇淋？蜜的？什么啦？拥抱更多啊？冰？我看懂了，我看懂你在讲什么。什么东西啦？放了我在做家庭代工的同事。家庭什么东西啊？我看一下。什么家庭代工？什么家庭代工？我昨天没有做家庭代工。昨天做家庭代工是刘晓晴吧？她在后台帮我们缝鞋子。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是她缝。哦，他们好像姐姐在那一桌缝，然后她就顺便帮。删一下，好好，我 Sparky 有点冷。这是刘晓晴，哦，你看错人了，阿翔。对啊，那是刘晓晴。Hello， 阿翔。阿翔是最近喜欢晨晨，喜欢太多，然后就认不出我了，是不是？这部戏很好看诶，我看了两次吧，重刷的那种。马蹄，你昨天根本认不出晨晨，因为他换了发型，是不是？是这个意思吗？小晴也，你超坏，你超坏。等一下，你是按照圆然后来分辨那是不是张雨林是吗 ？Hello， 发型不一样哦。Hello， 你以为是韩寒？哎，西西，嗨西西。西西，我昨天有跟你打招呼，你有看到我吗？他怎么比我高？他本来就比我高啊，他现在本来就比我高。今天好适合这个，是不是？大象身材和身高就能看出，哦，不是吗？什么？哦，好吧，那我要用这个。晨晨比我高啊，我没有看到你们说的是哪一张。嗨，都没有啊。嗨，你好。
你家表妹不会破音，小气，超坏的啦 ！Oh my god， 闪亮的琴很坏，不是雨林在上面。哎、欸，我没有想要上去，没有。其实原本我们说要在旁边翻，你知道吗？可是呢，后来不知道是什么，怕危险吧，然后就没有。国二之后还要长高吗？有啦，国二，哎、欸，好像没有呢。好像没有哎、欸，不知道。心里打招呼，一定有看到。我在我心电感应，被你发现我在乱回答你，不是？昨天没去，只有本哈哦，本尊是你哦，好，长高0.1公分，什么8岁之后就没长。有了，8岁之后被说8岁之后还有长 ，OK， 不要长了，这样子很刚好，好吧？宝贝偏挑食，很担心他会长不好。他需要小安素，小安素还才需要多吃点。心电感应，人没去，但是心有去的，对吗？你看，你看。我要跟分身比较熟了，有看到你吗？你一定没有。
完全慌张，是不是？吓死了！很棒，很棒。我们来念留言。好好的，阿国。我们要开始念喽。先念那个面粉照的那一篇，那个面粉照真的是丑到爆，很好笑哎。然后那时候是真的是牙齿上面全部都是面粉，超恶心。我就像铺了一层蜜粉上去，然后还好有就是后台有姐姐来救我，吓死人。好，塔瓦哥说辛苦了，表现超棒的，尤其是跳绳的部分，谢谢塔瓦哥。塔瓦哥跑步也超棒，虽然塔瓦哥不在，是不是？好哦，看医生，赶快去看医生，拜拜。面粉一公克几多钱？几多钱是什么意思？多少钱是这个意思吗？我也不知道。好，我们继续。这个是谁呢？这个是谁呢？他回我哈哈哈哈。Bonita 后天是这样念吗？不知道。嗨，你好。看他瓦哥好。然后阿北，阿爸说，面粉高度真是意想不到的难关，真的是意想不到的难关。Oh my god 的难关。耶、yeah, 谢谢天佑。加油，有点没有那样高价卖个小钱。可以不要吧，有点恶。Sparky 说除了面粉关，这次看到你在跳绳那关卖力的发号施令以及摆动跳绳，真的看到你的拼命，好好棒好棒。耶、yeah, 谢谢 Sparky。开心，我这是最大的唯一的贡献，可能就只有甩跳绳。然后还有一个，这次运动会辛苦了，面粉那关高度真的太不友善，下次可能要再煮煮芥末菜。我不要再比面粉，我真的是疯了，我才会选面粉。我原本以为会很好玩很好笑，就是因为我每次看那些节目，就是觉得玩面粉这种东西是真的很好玩，然后看起来就是也蛮有效果的，然后结果是够不到的问题这样。本完美子说雨林真的用尽全力去比赛，谢谢综艺大集合。阿果说今天辛苦了，谢谢阿果。然后不是哦，综合喵喵，综合喵喵说雨林今天辛苦啦，大跳绳的时候甩绳真的蛮厉害的哟，谢谢。我有点意外。直播化妆多铺粉可以不要吗？有点廉价。玩面粉是真的便宜，所以可以这样玩，蜜粉不是这样玩的好吗？ Hello 佳佳。是谁要跟我联播？拒绝他按到，不知道是谁，是成员吗？现在有谁在开？原子组在开吗？现在很多人在开。哦，真的不知道是谁，他应该不要按匿名，不然我就不知道他是谁。找到特长就是甩绳子，对，我跟布丁都是，因为布丁其实也是不会跳绳。然后啊，没有原子组，那是谁啊？有刘晓晴。应该不是刘晓晴。我要讲什么事哦？然后因为那时候我们第一开始练的时候，就是布丁一直勾到绳子什么的，然后我就想说，其实我是觉得，因为我们那时候开始练甩绳子是大概一个礼拜前，就
就知道有甩绳子的项目，所以我们那天就约了练习甩绳，跳绳这个项目。然后呢，我原本也是里面跳的嘛，所以我们就那时候刚看到绳子之后，我们就开始练习，然后还为了，其实那根绿色的绳子是我们提供的，是 Sakura 提供的。反正后来就说要去练习要干嘛，然后但那时候是就布丁就一直勾到绳，勾到脚，就跳的不是很顺利。后来我就觉得，因为每个人本来就有自己擅长的东西跟不擅长的东西嘛，所以我觉得不用硬要说他一定要跳或者他一定要甩绳，就是我觉得是本来就是可以协调的事情。可是他们那时候就有点好像没有，不知道是没有想要换还是干嘛，我就说其实可以换的没关系。后来我们是在另外一个场地再练习一次之后，我才说公司有提供绳子，可是我们不用公司的，因为那个材质不一样。公司提供的绳子是绳子，而我们用的那个是塑胶绳嘛，所以塑胶绳我觉得，而且我们练习也是用那个练习，所以我觉得用那个比较保险，也比较好甩。就是我们提供的绳子也比原本的绳子长很多，所以可以按照人数来去调整那个长度。反正后来我们就练习之后才有人说那就布丁去甩绳子好，然后我就想说那我也想要甩绳子。鞋子有绑别组，有绑组别颜色，是额外绑的吗？对啊，去看刘晓晴代工那个刘晓晴家庭代工那张图，好像是，对，那个鞋子是买的嘛，然后另外绑了缎带上去。稍短吗？其实不会，原本公司那一条是完全没有办法再卷得更短之类的，可是我们那一条好像是不知道35尺的，我不知道是多长。Hello 透露讲 ，Hello 微如 ，Hello 幻影真是 ，Hello 好，我们继续。这个是 R6说面粉盆太深了，下次换浅一点的，不要再有下次了，拜托。西兰说，其实雨林会排在面粉区，真的意外，该不会是猜拳猜输的关系？不是，是我自己想要吃的。吉米就说：“今天大家都很棒，100分，辛苦了，100分。”Hello， 新一，晚安。好，然后米九说：“面粉这关真的辛苦，真的，整个人都快探进去了。对”所以我最后把盆子举了起来。买票选错了。买票选错了，哦，早知道压傻哭了，少了一个跟我们合照的机会。查留言，回复留言，不叫查留言，好不好？不要讲的那么的，很像我在偷看。Hello。怎么念 shock？Hello shock， 是这样吗 ？Hello 你好。好，我来继续念。淡定，这个是谁？淡定是谁 ？Win Win 哦，是这样念吗？他是小晴推。他说辛苦了，为你们加油，谢谢。Shark， 对，偷看能力十级高，没有好不好？玉说太可爱了吧，今天辛苦了，谢谢。九蛋说面粉什么意思？面粉哈什么意思？我要回你什么？哈。要回答哈哈。卡丘说面粉这关真的太困难了，真的，我也觉得。Shark dude 不是这样子。陈说辛苦了，小小只的雨林把盆子抬起来走，真的拼了。那个盆子很不友善，不高
啊，不高又会找到我 IG。 什么叫不高又会找到我 IG？ 你在嫌我矮吗？独自拍照吗？有啊，合照版有啊。我们有个人拍，可是我没有发。CKUMK 说面粉身高是最大难关，真的笑死。看起来很蠢是不是？应该看起来是不是蛮蠢的？哦，偷看能力不高又会找到的。哦。变啊？油是什么？小豆豆。哇哦！我只听过用冷冻的，然后把它弄掉。好，继续。泡芙大叔说：“雨林运动会辛苦了，恭喜英主第一名。虽然没压到爱，是不是就是要相信我们？”我跟你们说，我不是甩绳子的时候有很多丑照吗？然后呢，我们可爱团，因为我们可爱团的那个大头贴。本来就是会定，就是不定期的换，就是丑照，就是我们五个其中一个的丑照。然后第一届是林廷丽当选，她的有一个丑照就是笑死我了，然后我就射了，然后几乎都是我去换的。结果昨天小三美玲就很开心的把我的那个甩绳子的那个照片换成大头贴，然后就说哈哈，终于换到你了。感谢习功者啊 ！No， 社长。哦，哇哦 ，Hello 阿华，对，这次换我，超丑。然后我们现在最大的乐趣就是活动结束之后会看所有人很多粉丝拍的照片，然后会做各种梗图，就是我们创了一个 Sakura 组的WeChat 的群组，因为可以自己创那个贴图嘛，所以我们就设了一个，然后就各种梗图。还没一张，太丑了，真的太丑了。我真的是到最后完全没有在控制表情，我这样甩，然后到最后就这样，超级累，一直在试看。好哟，阿神，我想看什么迷音团，叫可爱团，不叫迷音团好吗 ？Hello， 易凯，好，我们继续。小明说，其实也是跟法法一样想变白一点，对吗？才不是嘞，才不是，而且我错了，我上场前不该喷发胶，可是因为前面要跳舞，所以我想说我应该先喷，可是后来我完全发现就是发胶。结合了我的那个面粉，然后就卡在我的头上，卡弄不下来。可以杜撰，请不要好吗？请把它删掉，拜托。天哪，还是很可爱，哪有啊？很丑。今天拍小糖，手机过热，是不是听说今天太阳很大？我今天是认真没有出门。这个是。他叫小宝贝，他19岁耶。他说：“可爱的傻哭啦，辛苦你们，恭喜第一名，谢谢。”向前说：“哈哈哈哈，可爱的白脸，真的太棒了，我也非常高兴，好棒，再见，耶 ，love you。”不要，不用了，丑照就不用放了，可能只有3张可以用这样。我原本最怕的只有那个，只有大队接力，结果我没想到最丑的是甩绳子，出乎意料。拿到阿丽的，哎，那你有拿到我的纸笔吗？啥又有阿丽的？啊，干嘛？一个人画了4个。我数看，不要 ，Hello 鱼，谢谢你追踪我。
你好啊。然后我要念宏伟的，宏伟说雨林辛苦了，也恭喜你们粉红队 UNI SAKURA 获得冠军，谢谢，吃烧肉耶！猪猪球球，猪猪球球也不错，好啊。好，然后北极星说今天数一数二辛苦的，没有，好不好？我才不是最辛苦的。这个是是饭团吗？他说有点辛苦了，不会啊。你们也很辛苦，要帮忙喊，对吧？瑶说傻酷啦最棒，100分100分。然后杨子说好棒好棒，超棒超棒，傻酷啦超棒。阿华说第一张，不要笑我。三幺说有点辛苦了，傻酷啦必胜，对，傻酷啦必胜，超棒。好，念下一篇哦，不对，是不是刚刚有新的留言？大健说真的变成米其林宝宝，你才米其林大叔。阿果说辛苦了，表现很好，我谢谢。樱桃妈说牺牲演出辛苦，牺牲演出，牺牲演出是什么？新的面膜是怎样啦？搞笑哦，这个面膜一点都没有保湿到哎。好，我们要念新的。下一篇是 Sparky 说比十八课的时候要讲一句经典台词。哎，没有，我今天才去查了 Sparkle 的照片，我打十八克，然后上网查，是一个男生，然后他的刘海是这样。我是真的不知道十八克是怎么来的，还是什么？我真的不知道那是什么东西。可是呢，就是那是我们的首饰。然后我还贴到我们的群组问祖祖说他就是十八克，他说对。他是做什么的呀？很像啊，可爱死，好哟。那是什么意思？他就长这样哦，真的、哦。听不懂 this， 我自己也听不懂 this。Force 是什么意思 ？T 恤，阿翔的留言我不知道要回你什么，这样叮叮叮，好。少凯说好可爱的合照，当然我们是可爱团，他的歌手好可爱，谢谢。宝丸妹子说果然是可爱又怪异的女团，哪有没有怪异。我们只有可爱。雅哈哈的车力量祝别人好哦，原来如此，雅哈哈的车。加速说听不懂，我真的听不懂什么意思，什么意思？哦，我也听不懂，没关系。整理一下，好不、哦？超稀有神仙，愿力量能与你同行。哦，原来如此。黑流星说不是怪怪少女团，什么怪怪少女团，才不是，我们那么可爱。哎，我到哪里都是吉祥物，不好意思，我在学校也是吉祥物。我差点要被拉去当那个反毒大使，我说我才不要。为什么不要？我不要。为什么不要？我不要啊。为什么不要啊？很
我不要。校外的可以，校内的我不要。我要做一个低调的人类。好，西兰，他哪有接力跑的？哪有？好吧，有点慢。好吧，真的有点慢。好，吉米周说今天大家都很棒，100分，辛苦了，谢谢吉米周。什么是18克？就是外星人吧，应该吧。凯车说今天辛苦了，雨林也很努力，但18克是什么？应该是外星人吧。我们有首歌叫《星星》啊啊。啊毒品的我不要，才可以增加，不需要，在学校不需要，这样我就不能迟到了，是吧？那是重点。不是啦，美角说可爱团其实很帅，不会啊，我们那么可爱。香菇问我们说为什么要在下面聊天，我不知道，他们很奇怪，他们就自己在我的文底下聊天。小明说史瑞克的妹妹18克，好好笑哦。学校收海报是怎样，真的喜欢在底下聊天，奇怪的。大家说要称赞一下我，不要一直追我，正中间的很可爱，耶、yeah! ！让大家辛苦了，哎、欸，哎、欸，你说因为所有人要配合我，你干嘛这样？我现在才发现，可是这不是很正常吗？你看原子族的屁股都翘到哪里去了，好好笑，可以的，没关系，好了，就这样子，给你。18克是 Sparky 吗？什么东西？还想当什么什么大使？什么什么大使？你想做什么？我们来念班，来排班。你欠人家很多那个 VIP 耶。对啊，你们要告诉我 VIP， 你们想要什么？然后你们要自己记住，什么自己记住？怪怪可爱少女团不是，没有怪怪，只有可爱。还要哭女孩最后的夜。不要，这样才可以光吸光掉。想想是谁？不是，我要去，我要来念吧。哇，今天有大件呢，虽然他才丢了2浪花，最后一个一浪花是笑笑，恭喜笑笑。等一下，我要提出一个意见，我可以去上厕所吗？去。
妈咪跟你们聊天。趁现在，你们赶快说一下他的坏话。你们想知道什么？抢红包哎！是谁发的红包？谢谢西兰。大健，你问这问题不对吧？应该是我要去帮你问，说要取思源要多少钱吧？对不对？雨林现在体重哦，就比你们刚认识他的时候重一点点啊。不好意思哦，主播去缴水费。很惨很惨的东西哦，不是那个东西。为什么有红包？我刚刚听到你偷讲我的体重。我没有偷奖啊，我光明正大的奖啊。我抢到29哎，谢谢西兰的红包。吓到是怎样，你们在说我坏话是不是？我达成了一个新成就，在直播的时候上厕所。他以前都不敢去耶。好好笑。你按掉了，为什么你按掉了？你想再发一波是不是？我不会介意的。大概比你轻十公斤。哎、欸，那 Sparky 现在几公斤？我没有忍啊，最晚抢最多点。53，哦，差不多呢。哎、欸、，Sparky， 你会不会太瘦了？超瘦，看得出来，看得出来 Sparky 那么瘦。好了，我要继续排榜了。你们可以继续聊天。好 ，Sparky 53，那孝贤几公斤？因为哇这样子，我要笑死了。
首歌的时间。我知道你很苗条啊，几公斤啊？奇怪的。那你以为要比？陈家姐妹是怎样？都上厕所上很快，是不是？大姐，我看成，我以为说你，我三八，什么意思？我有牌牌吗？有，我记得有。阿果，阿果在哪里？阿果在这里，很棒很棒，很快就出来了。干嘛？怎么了？居然吃了诚实豆沙包？怎么样？他说什么？你说啥？陈家姐妹两位真的是太厉害了。嗯，我们家的可能走过去就要。他们说他们可以在30秒之内上完厕所。这是第一滴是不是？你说跟冰冰是怎样？为什么可以那么快？既然你为什么原本心死？天空中是否有颗星星守护我？只是我没有发觉。人群中是否有个肩膀愿为我挡住最寒冷的冬天？是温柔而坚决，带着威严和威严。大家为什么要比谁尿尿比较快？什么东西啊？冲马桶比赛是谁冲马桶第一名？谁聪明？Thank you.
为什么我每次都在找玉啊？谁？我每次都在找玉。玉，等一下，玉啊，在那个榜上啊。没有。没有。如果你现在跟我告白的话，我一定开心的马上说好啊。我要回应。是我很弱坚决，带着未来和我。等一下，可是你们确定他是去上厕所吗？他搞不好只是因为想要出镜一下，然后所以呢，他就说他去上厕所，实际上他没有去上厕所。是在干嘛？找到了，回来。还你。猪猪宝宝。猪猪宝宝。猪猪宝贝啦。宝宝。宝贝。宝宝。宝贝。嘿。第十六名是落日一笑，谢谢落日一笑。十五名是大剑，谢谢大剑。十四名是樱桃猫，谢谢樱桃猫。十三名是玉，谢谢玉。啊？夹到什么东西？十二。十二名是天佑，谢谢天佑。十一名是柠檬，谢谢柠檬。第十名是阿国，谢谢阿国。第九名是龙之柱，谢谢龙之柱。第八名是加速，谢谢加速。第七名是夜空 sky， 谢谢夜空 sky。第六名是黑流星，谢谢黑流星。第五名是泪，谢谢泪。第四名是 Sparky， 谢谢 Sparky。第三名是西兰，谢谢西兰。第二名是点，谢谢点。第一名是孝贤，谢谢孝贤。后嘿，再来欢迎今天的 VIP 西兰，谢谢西兰。嘿吼，恭喜西兰，拍照。这怎么我排的那么歪、啊？因为你人就歪歪啊。才没有。你歪歪。好好拜耶、yeah， 今天
天的直播就到这里结束啦。今天没有长得很好看，应该不用拍照吧？你背后的唇印还在吗？你背后有唇印吗？什么时候的事？有唇印的是另外一张，这个是很多洞的。很多洞。对啊，很多洞。小爱你不累不累？哪有啊，很丑哎，今天。你有两张，好像有一些人有两张。拜拜。好啦好啦，今天生气吗？不是啊，今天没有不生气，今天不知道在讲什么。可以拍衣服吗？拜拜。哎，阿翔，你昨天有请你的小布布去吗？拜拜。我跟你讲，这件衣服它的材质也是出乎我的意料，它不是九块钱，它六十几块还是七十几块，然后它的材质给我是这样，哎，你看到吗？它是那种缎面，就是不是缎面，就是它的材质，哇哎，我不知道它是怎样，就是完全不是我想要的材质，就是不是通常他看那个图，我被口水呛到，他看那个图根本就不是这个材质。他那个材质有点像那个，有点像 TTP Festival 那件。嗯，他还有弹性 ，TTP 没有弹性。对，就可是那个，反正就是那样的材质，它是端的，反正就是我不知道它的材质是发生什么事，很像那种你去租衣服，租那种表演服什么的，它会有的那种材质，反正就是有点烂。不是不是，夏美玲买贵是上次紫色的那一件。衣袖很像吗？还不错，反正它就是它的材质出乎我的意料，所以就有点比九块钱还要不值钱，反正我就想象成它是九块钱，那我可以接受。 OK， 艾伯特晚上好。你干嘛跟他说？因为他进来啊。哦，是吗？我还以为那个是全浪飘飘。对不起。是吗？你确定吗？哈喽你好。哎呦，那怎么不退货？为了一件然后退货不算奇怪。还好啦，反正他也蛮便宜的。我上次买了 好多件衣服，可能有十件吧，然后才花了800多块。60日元 ，OK， 60日元很便宜。哦哦哦哦哦！哇，孝贤一直在加价，孝贤再加多一点啊，快点啊！我就卖了，我不穿了，立马卖。我有一大堆没有很想要的衣服，卖给你，我可以可能赚个10000块回来。有事吗 ？Sparky 跟孝贤 ，Hello， 我真的很想要卖哦，你们不要再喊了。大件竟然出价了，大件 ，Oh my god， 大件6660，吉利，下一个就6660，6666，一万打死，哇，可是这个是短版的呢，1680，九段就是你了。16800，就是你了。一起乐透，大家没洗过都好，不洗了。好好笑哦！现在16800哎，你还要不要吗 ？Sparky 放弃，Sparky 突然觉得自己在发疯，是不是？下礼拜见。让我们小偶像吃没有，我会吃很多顿，然后再买很多件。嗯，等一下，你们那个金额啦，哈，麻烦直接去转成那个握手券就好了。我可以接受，也可以，虽然要被抽掉，但是我可以。这样子你看，你们是双层享受。对，
虽然花了钱，但还可以买到衣服，然后还可以跟我握手，是不是很棒？什么辛巴威比是不是？那你走开。好了啦，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来找我，好棒棒，拜拜。握手会有送这件衣服。好了，就这样，拜拜。